哎、欸、天哪、啊！限时大采购！哦，没法。好了吗？我用一下石头出来啊！啊，你们先说，你们先说。我先撞吗？好。撞啊！谁撞、啊？我用石头。石头出来了！看，出来了。叫我的那根丢在鱼池上面。我泡不到那个鱼池啦，白痴哦！所以你要重读吗？对对对，对啊。好险，毒上去没伤害，哎呦，毒完了。哎、欸，我那个炮击打他身上竟然不会疼哎、欸，炮击也算是火吧？冷泡茶吧？我是冷泡茶是不是。灼热的熔岩石，捡爽没？我要惊叹号一下。还有一边都没捡到啊，当然。啊，没捡到。不是可兰石啦。哎、欸，这边感觉真的能出岩戈龙哎、欸，他都有个石馆。岩戈龙？可是他不是因为魔族啊，就是鱼龙种的魔族啊。嗯。看他愿不愿意去设计而已吧，那个真的，他们说很难用，我相信，真的很难用。HTT，、欸、路口有那个冷菇，你记得去捡哦，因为这两个人他们都是有阎王手，所以不怕冷，不怕热。无病，无病吧。哦、oh, 不、哎！哎，龙岩龙，对，有龙岩龙。刚刚看到谁啊？岩杰，奈斯拿到的。不是，威沃的那个牙龙总是我的吗？你啦？对啊，我看的是奈斯拿到的啊。你的龙岩龙，好，谢谢你。然后繁星拿到岩杰龙啊。呀哈哈哈哈！原来我的牙龙总是奈斯。被打岩杰了耶！我以为，我以为我的是金狮子。啊，不要抢金狮子嘛！我也想要金狮子，可是我更想要碎龙啊！我捡个碎龙给我、啊。有啦，下一只兽龙种再部位破坏一次吧。好。不是碎了吗？碎了。我。啊！好重啊！这变强总是吧？那继续热他身体哈。好。你的头需要热一下。应该爆锤龙了，来。嗯，敲到头了，爽。虫虫你好棒。等下给你喝养乐多。好好哦，草莓口味的哦，好恶哦、喔！为什么？我从来没有喝过纯的以外的吗？对啊，可是草莓蛮好喝的啊。真的假的？是我没有喝过，不知道那个味道。你怎么可以挑食？是我挑食，是我没有买啊。哎、欸，竟然没爆炸！后道来了。对，可以撞后道哎。对啊，反正等下要杀他。撞虫没？妈的，妈的！不要爆啦！太好笑了吧？晕啦、啊！晕
那个是新招、喔。没看呢、欸，我没注意看呢、欸，谁的新招、喔？哦，这个啊，这个最近是新招的。不是这个啦，这个之前就有了啦。他说岩贼龙，龙岩那个啊，暴锤龙吗？啊，是暴锤哦，那是暴锤龙的石头、啊。我不知道。我刚以为是你那个熔岩龙弹起来后造成的爆炸、啊。哦，没有啊，那个是暴锤龙石头啊。哦，吓我一跳，我想到是熔岩龙、哦。你刚刚是听到我说快要爆啦，这个吗？哎呀呀！隔壁的石头要爆了。哦，我没有看到旁边有石头、哦，没有注意到。我想到是新招哎、欸，吓我一跳。啊，烧嘞！不知道是不算新招啊。再喷。我在用力软，不软，我在加温它。啊，是吐爽没？我都没有起来过。哎。那转。对，会错。又来了。啊，暴水龙啊，回你家好吗？好啊，等到把你的调查打完才给我们突击呀。哎，真的耶。一大堆耶。真的是一大堆，现在。之前要给不给的。谁？他。哦。要。来了，到底是那种边缘人想要博取那种注意力？我在这哦，我还活着哦。金属质地的热耐热壳，啊！哇！我的天！我的天！我的天！哎，快快！哎，快死！哎，骷髅了。啊！不要！哦，我要！我放了，我放了，我放了！啊！靠腰！哎、欸，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好，他过来！看！没了，我没了，没了，我没了！哦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！我在岩浆里面呢、啊，被飞了！我放！就好了，飞第三次。啊！打他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是那个是谁啊？金火龙。我火炮龙。我的兽龙种是什么？有人看到吗？黄路恐暴龙。生命粉尘。
啊！天哪！生命粉尘啊！耶，再会了。我被他酒桃炸到，看来咬一口苹果。没有吧？我。刚好我可以抱一下。他倒地是不是可以挖矿？是啊。对啊。那会不会一样是有那个啊？不知道。应该吧。等一下试试看啊。那倒一下就知道，这边用爆裂结晶它才会倒。是吗？哦，那我去捡，在他睡觉的地方有啊，晕了。我来。那去隔壁打，没有龙岩的地方。哎、欸，我有了、欸，打球什么？哈哈哈。哦呦喂！这只现在可以撞了。看不过来，看不过来。哦，对，看黄眼，他不会跟过来。直接引他来啊，用石头丢。有了，我暴力结晶了。好，那先打吧，引他到墙边。哎、欸，你好，我来了。来消矿消矿，消，还没有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没关系啊。哎呀，就是一般的他的素材啊，竟然没有，跟骨锤龙一样，设计真的很差、欸。我还想要这边可以撕龙岩地带的任务单。哎，又生一只龙岩龙，真的、欸？对。我看球好大。还可以再撞一次哦。明天再来打、啊。好，哇塞，好累哦。没关系，我可以，我可以先去我的小屋。对，你可以先去玩小屋。对，喷屁。哦，好。快，直接拉。啊，错边了。我来了。咪咪、啊。我来。结果三到四了。尾巴。对，我要打龙岩地带的矿跟古种，好不好？
好难发现哦，这个矿。它是金色的呢。要我再提醒你一次，我对不起，它会发亮呢。它会发亮吗？要发亮啊，就是要走很近才看。没关系啊，一开始森林那些都一样。森林的古种我几乎找不到，我就是贴着墙。没关系，古种连我都很难看到。哦，你说古种很难看？对啊，很丑。没讲错，我也不能说什么。对不对，咪咪？啊？啊？你说咪咪很丑？啊？他现在在偷摸啊，怎么办？我收一只，没有办法，放下了。欸，这边的矿，欸，这边的古种也是金色的。你不是看不到？我是过来挖才看到的啊。我想说你有天生神力啊。甩回来打到我是怎样？晕眩倒地，我感受到你的晕眩了。好，这个旋风冲锋龙卷风，哎，有了爆裂结晶。哎，这爆裂结晶有用了。哎呦，干！靠！我被什么打？你被我的龙脊打，你刚好掉下来的位置是我的龙脊蛋上面。我想说，是什么东西？但我下不来。我都已经开了，你才掉下来，我真的不能怪我。我没有怪你啊，我觉得很帅而已。帅啊！咦，好哟！我的设定，再撞一次哦。对，我也错了。啊，没事，不行。公开小屋吧。按错，你可以先放着，他回来了。别走！啊，我怎么没有人死的话？哦，我火属性的虫咬到他的石头也会爆，还是只要有碰到就有？任何攻击打到他的石头都会爆。哦，好玩哦，我害人的。可以哦。跟爆人有那个一样，好玩哦！各位，青蛙骨头，青菜框，
龙好发展。他是想打而已吧？对，这一龙打到我前面冲杀我，我还回起我怎么打他伤害变高了？可以撞。滚掉！还想吗？哎、欸，他都不会爆炸、欸，这边的东西。这样。挂了，布头。好，我看到了。哇，布头真的改得很棒。我劝你不要撞我，我劝你不要撞我。看，现在大家都看到布头了。对。是吧？改回来了。哇、哦，差点猫生了。可以展示，可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。糖醋鱼包为什么游上去、啊？哦，他去看他反观的地方。求了，如果身上本来就有外观装备，他会显示外观装备。哎呀，我不懂什么意思。就假如说你登录的那个装备你是已经穿好外观的，然后一起登录的话、欸，它展示的时候是展示外观，不是展示防具。哦，懂意思。只好挑没有外观的。哦，在那边改姿势好奇怪哦。铠甲会动。那界面。什么？那个啊，展示柜啊，那个啊，小屋啊，我知道小屋啊，那个小屋跟那个猫咪讲话。哦，来吧。啊，另外一个只能重龙，好吧。好少哦！哇，好少什么？还是你要看你的？没有，我在看骨头跟那个。哦。狂，因为我想要多挖一点。挖呗。要打啥？我靠！你说要打哆啦 A 梦？啊？什么哆啦 A 梦？
龙那个忍者龙啊。哦，来啊，打忍者啊。哆啦 A 梦。你家明明是胖同学，你叫哆啦 A 梦。哆啦 A 梦不胖吗？还好吧，他只是刚好不行。也没有错啦，也是蛮胖的。现在还没什么好放的、欸。好放。我说家具。只能参观别人家到底塞了些什么动物进来。我是有开放。有了，胖同学来了。胖同学走这边来了，要不要看？要不要看？要不要看？要怎么进去嘞？按 ESC 啊，然后胖同学沟通交流最后一个，你会看到去查看小哦。哎、欸，波西，你有爱吗？有啊，怎样？那你有人影吗？耐力的吗？没有啊，不耐力的，没有啊。好，那没事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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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这是什么鸟？我没看过，好漂亮啊、喔！在二楼栏杆上的。哦，那个是小蓝哥，好可爱啊！好，还有兔子，看起来很会大便。大便也没有猫屎臭好吗？兔子大便根本没味道好吗？哎、欸，有人知道吗？哎、欸，哦。他是睡了吗？哦，没有。什么？那条鱼我也没看过。池袋鱼啊。啊哈。都没有抓新的。你搞不好去我家看，你会看到更多恐怖的东西耶、欸。对啊，分析加一堆神经病哎、欸。我要去看。我还没有啦，因为我稍早靠腰啊，我稍早的时候。他不让我进去我自己的小屋。哎、欸，你现在是不公开的。他不让我进我小屋，我不能开啊。哦。哎、欸，忍者龙的只能拿一次啦，我天。对啊，怎么办？哎、欸，是不是东东东三兄弟都只能拿一次啊？好像是哦。哦，从龙可以打开、欸，哇塞！他要去哪里？啊、他飞去哪里？在乱飞啊。睡了吗？睡了，没有吧？没有啊。累了、哦，那种。哒哒哒哒。人家只是看起来困了一点，就说、啊。二楼那边有连枪，你应该是可以按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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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连枪机不能按。啊，那可能。那边有好几次。对啊。都可以撞。欸他的画作系统好赞，我希望这些画作可以之后到那个画册上面。哎呦，原来猫鸡还有这么多种形态啊！有啊，对啊，所以才说你去我家看到更恶心的东西。我上次没有参与到我们的猫鸡抓抓计划，我first开启的，我气死，我自己也想要抓抓猫鸡。可是，我抓不了。好可爱啊！我晚点去看一下龙岩猫鸡在哪个位置。